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比较重要的确认键的使用。好，Enter 键的使用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想要画一个圆，下个圆的指令。首先，Kate 会问你圆的中心点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好，选择圆心，比如说随便点一个点当圆心。之后呢，Kate 会立刻问我半径要多少。假设我打一个200200，好，这个时候如何告诉 Kate 我就是要画个200的圆？是不是按个确认键，按个 Enter，它就会帮你把这个数据套进去喽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在 CAD 里面，如果你有打字的，你有在指令行里面打字的，最后一步你要按个 Enter 键，它才知道你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好，这是一般的确认键的使用。好，再一次哦，下个圆的指令，指定圆的中心点，随便点一个点当圆心，它问你半径是多少？假设打一个300300。好，这时候你要按个 Enter 键。Kate 才知道你已经打完了，OK，确认键，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好，这边先玩一下。接下来重点来了，空白键，键盘最下方最长的那一只空白键，我们一般的空白键是拿来干什么用的？是当做空一格使用的。Kate 比较特殊哦，Kate 它把空白键是拿来当做 Enter 键的使用哦。好。我今天下个圆的指令，好，平面中任意点一点，假设我给个半径150，我除了按 Enter 键当确认之外，我也可以按一下空白键，左手大拇指敲一下空白键，它也当作是确认键的使用。OK，好，这个要搞清楚，空白键可以拿来当作确认键的使用哦，它比较特殊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，你的右下角必须保持在英文的设定。好，必须在英文的设定才可以。好，你不要在中文的设定里面，你按空白键有时候会怪怪的。好，这一点倒是要注意一下。好，下个圆的指令，平面中任意点一点，它要我给个半径250。这时候我除了按 Enter 键之外，我也可以按一个空白键，当作是确认的使用，有没有？这一点要搞清楚哦。那同学会问了，老师。可是啊，我今天就是想要空一格，我打英文就是要空一格，怎么办？放心啦，我们想到的，人家早就想到了啦。你只要进入到文字模式的时候，它自然就变成空一格。好，在一般我们画图的状况之下，空白键是拿来当做 Enter 键的使用。进入到文字的时候，你开始打字了，它自动就变成空一格了。好，这个不用担心。好，请你帮我用个空白键。试试看，好，再来哦，重点来了哦 它等于重复上一个指令。我刚才画好一个圆，我如果还想再画一个圆呢，我可以跑过去按一下，再回来，可以这样做。不过你会发现，一般 K 的使用者不会这么麻烦，我们会直接按个 Enter 键或空白键，它可以帮我重复执行上一个动作，有没有？你不用跑过去。再跑回来不用了，你直接按个 Enter 键或空白键，它可以帮你执行上个动作。它会问你圆心在哪里呀？哦，给个圆心，哦，给个半径。想要再画一个，再按个 Enter 键或空白键，它可以帮你重复上个动作，给个圆心，哦，给个半径等等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好，它可以帮你重复上一个指令哦。好，再来右键出现了，右键你可以在空白的地方按一下右键。它可以帮你重复你上一个动作，或者是帮你重复你在这个档案里面曾经所使用过的这些功能。好，在右键里面也有重复上个动作的这个工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最后我们用一个删除的功能，把这所有的东西来做个练习。好，你看一下哦，我下个删除的指令。首先，他要我选取物件嘛，我要把我刚才画的这些圆都删掉。好，我去选它，选它，选完了没有东西选了，确定就是这两个圆我不要了，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可以按个 Enter 键当确认？确定啊，Enter 键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如果还想继续再删除呢，我是不是可以按个 Enter 键，重复上个动作？有没有？我再继续选我不要的东西，选它，选它。选完了，我可以干嘛？我可以按个 Enter 键当确认，或者是按一个空白键当确认，是不是也可以？好，我想要继续再删除哦，我也可以按个空白键
重复上个动作，我也可以去选我不要的，选我不要的。这时候呢，我可以按 Enter 键确认，我可以按空白键当确认，我也可以按右键当做确认，有没有？它是一个循环的用法。好，我再说明一次哦。你在没有下任何指令以前，你按 Enter 键、按空白键、按右键，代表什么？代表重复上一个动作，有没有？你在没有下任何指令以前，你看哦，我现在取消很多次，有没有？我没有下任何指令。现在我如果按 Enter 键、空白键或右键，代表的是重复上一个动作，有没有？好，当我现在进入到某一个指令里面呢，我又选了一些物件以后，这个时候我再去按 Enter 键、空白键或右键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在指令里面，我在指令里面，我这时候按 Enter 键、空白键、右键，代表的是确认的意思，有没有？在不同的时机点，它分别代表重复上一个动作，或者是代表确认。好，这要搞清楚哦。好，这个要我会在这五堂课里面不断的提醒你要记得。好，好处就是你不需要每一次都去按这个按钮。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头每次都要低下来找那个小小的 Enter 键，你会发现你可以在键盘上、在滑鼠上就可以完成这些动作。好，这几个要稍微了解一下。这五堂课里面我会不断的提醒你。好，好，这边请同学试试看喽。好，试一下。